好好说，听见没有？ Okay, 刚才那说的你不一般，反正，是吗？你学不了相声。掌柜的呀，好好说，卖不力气啊！哎，您放心吧，真是的。是方才呀，二位说了这么一段啊，把我们老哥俩换上来呀，是给大家换一换耳音，换一场。您看这个，作为我们艺人也不容易，可不是嘛？管我们这个不叫说相声的，那叫什么呢？叫骂大街的，骂大街的，又叫骂话的，哎，还有管我们说相声的叫玩意儿，玩意儿。这是贬低我们的人格，你说怎么能管说相声的叫玩意儿呢？就说呢，那你来说吧。您说，你说你是玩意儿吗？我是玩意儿。你是什么玩意儿呢？那我不是玩意儿。他不是玩意儿，你看看。我不是，我是，你到底是不是玩意儿呢？你说我让不是玩意儿给闹得住了。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哎，他让不是玩意儿给他绕得住了。是，我不是玩意儿，我就绕得这我们这伙计，你这是玩多开心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实我们这个也就能说说我们自己。对，比起很多这个达官显贵来，我们艺人跟人没法比，比不了啊。人家出没的那个场所呀，我们连去都不能去，没那事儿，一进门都没法介绍。对，人家去了好引荐啊，张督办来了，来了。是这个李老爷来了，是老爷，听着就这么好听。是啊，我们爷们去了怎么介绍啊？要换咱们呢？高说相声的来了，呀，乱说相声的来了。你瞧，不好听，这叫什么称呼啊？干脆那地我们也不去，嗯，就老老实实啊，在茶馆酒肆里边伺候您诸位。哎，对，给您各位说美了，说高兴了，嗯，我们也就完成任务了。就是这样啊，啊，就在这剧场里边演出啊，嗯嗯，有时候也困难，怎么？要不上票来，哦，就这钱都打不上来。好多的人呢，全是这个摇头票。怎么叫摇头票呢？找他跟前要钱去了。是啊，一扒拉脑袋，嗯，怎么意思啊？不给了，这就吹了。往胸口这一指，指不是带着一个牌呢。哦，咱也不敢问呢，可不，不知道是哪个机关的头。对，问出来恐怕会有娄子，不知道什么道行。一看带牌的。赶紧我们躲开，先就不问了。那回有这么一位，怎么回事？坚持来了三个多月啊，每天不买票，哦，天天往这指。嗯，那天我大胆的仔细这么一看，怎么样呢？连我都乐了。这是啤酒瓶的盖儿、哎、这混进来的，这是这些个人太多了，又拿我们开心呢，就压榨我们这个相声艺人。是，别看他们听相声不买票，嗯，但是别的地方他不敢不买票。怎么叫别的地方呢？你比如说吧，您说说。头些日子我上天津了啊，天津有一个海河，有，可能你也知道，我了解。海河上边有一个法国桥，桥，他们路过法国桥的时候，嗯，必须要打桥票。哦，还得打桥票，这您不明白了。是啊，看电影啊，得打电影票。对，听相声，嗯，应该打相声票。是啊，洗澡还打澡票呢，可不是吗？过桥。得打桥票，还有个桥票。那警察老爷们往那一站啊，凭什么白让人站着呀？是，你得给人钱，对，人才放你过去。可不是，直接给他塞兜里，他还不要。哦，还怎么着啊？在那旁边放个木头箱子。嗯，你看着警察老爷。对，得管警察叫老爷。老爷，咱也不知道姥姥是谁，就这么拎的。警察冲你一努嘴儿，嗯，嗯嗯嗯嗯，这什么意思？让你看那箱子。哦。写着桥票，桥票，你得给钱。哎，是是啊，不给钱你过不去这桥。嗯，无多有少，掏出钱来，不给相声票的人，他也得给这桥票。到那儿也老实了，塞在里头了。是，警察老爷们才放你过去，让过了。五行八作，市农工商。嗯，除去公共电车之外，怎么样？剩下的过桥全得买票，一个都不饶。你是拉洋车的，拉车的呢？你是走路的，嗯。骑自行车的，是啊，完全都得打桥票。你看看，不打不让你过去。好家伙，拉洋车的是一个座没拉，那他还没钱呢，一个子儿没挣呢。是啊，也得打票。这没钱怎么打票啊？拉车来了，嗯，嗯嗯嗯嗯嗯，啊，指那箱子。老爷，哎，那什么，我这刚出车，没挣钱呢。没钱，我这拉点白菜。哦，白菜，我给他卖了去。嗯，卖完了有钱了，我再给您。拉的白菜啊，哎，对，没钱啊，没钱，没钱，白菜留两颗，嗯，对，留两颗，这白菜都留下啊，挑两颗大的留下，好些的，
白菜他也要。你这压榨呀！留两颗白菜，拉洋车的拉着白菜走了。嗯，一会儿又来一车，又来了粪车。哦，粪车，拉粪的。这回呢？警察没看见。嗯，哎啊，老爷，嗯，粪车，粪车，您来点吗？啊，这回呢？粪车啊？粪车不要，不要。那我走了，您。喂，别动，喂。怎么？去水铺给我倒碗水去。哎呀，倒水得花钱。是啊。哦，行，给您倒白水啊。废话，弄点茶叶搁里头，还得茶水。茶水比白水又贵了，那更贵啊。粪车搁一粪车上里边得买水去。您看看，把水端出来得给警察老爷喝。嗯，这才放他过去。你瞧瞧，他刚走，是又来了一个。来的这是也是洋车哦，也没拉座呢，没钱呢。那位是卖白菜，嗯，他这也没白菜，什么都没有。老爷啊，我这拉车出来还没拉座呢。对，一个子儿没有，实在没钱。您呢？没钱。哦，实在没钱呢。没钱。别走。干嘛？把这白菜给我拉架去。是，谢谢诸位。好的，不容易，可不是不易吗？这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别动，动站好，别混，咱别动家伙，行吗？别动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刚刚说的是什么？这段叫打桥票。谁教给你的？这不是我编的啊！谁编？这是我们有一个老演员，叫什么？叫小香菇。小香菇，小香菇，大木耳也给你抓走啊！别这个，你走。小香菇，警察局说不是我，别管，走去，走。小香菇，哎呀，爷，刚才搭话的是你是吧？不，我就搭几句。几句？不是，他说什么我都没听明白。真的不，咱不成。这么啊？怎么？跟我上局子里把话说清楚。走，来，走。爷吧，走走走，现在就走。来来来，走走，我告诉你，动枪了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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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赶紧走，快点。我们这个是这意思啊？买点茶水。啊，那没错啊，那这不行。谢爷，这个活也不是我们编的。那谁编的？这是那个这茶馆掌柜的编的。好，哎，走，快，不是，走，你甭废话，跟我走。小香菇编的。走走走。小香菇。